人正不怕影子斜，这个钱呢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。要不然我们之间说不清楚啊！行行行，咱们情景再现一下。队长，我就是你，那天你老帅了。走！别啊！哎，别来！别走！给我闪开！给我闪开！放开！闪开！放开！什么事情啊？闭上我眼睛！啊！中间啪掉一钱包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我以为是暗器呢，我捡起来，我啪我就踢飞了。这一段观众看得有点懵。这个钱包刚开始在我手里的时候就没钱。钱包是你嫂子送我的定情信物。你嫂子说了，包在人在，回去呢我就等你嫂子跟我离婚了。好样的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他好像要离婚了。兄弟，嗯，等以后找着新工作给哥来个信儿。新工作？我找着新工作了。